轮网的每日一词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madumi， 脏，麻，毒，蜜，脏。你只要记住 妈 肚米，妈妈的肚子上沾满了米饭，脏死了。我们复习一次 妈 肚米，麻，毒，蜜，脏， madumi。小明妈妈去小明家看望他，进门之后惊呼 ：“Grabe, madumi talagang bahay mo！” 我的妈呀，你家里是真的脏。Grabe, madumi talaga ang bahay mo。我们最后复习一次 ：madumi， 脏，麻，毒，蜜。你来试试。简单吧，那下回见。